可累了，累的只有是什么累呢？心累，哎，才叫累，对吧？身体上的累那不叫累，心累才是真的累，好吗？这 YY 第五个人，一二三四五六七来了吗？得，好像没来，反正 YY 里有个五六七，回家。我刺激战场都快结束了一把了。他说他马上是啥时候呀？他马上。
他说马上就是一个小时，他说的很快就是两个小时。我的饭都吃一半了，我的天。队友，没有，都没有对手的吗？哎，我操，牙又疼了，自己都。超级落单了，这些都是比赛的吗？现在是冬季赛吗？春季赛吗？还是啥？我不知道啊。今天好像有比赛直播，哎，谁打谁我就算了，哎，过会儿再吃，玩一下，哎呦。来了，谁呀？我拉的，好像落单了。我奶来不来歪歪？打的先五六七摊半了。掉了单子吗？我猜都能猜到五六七很慢，所以我开了一把刺激战场，机制都。怎么又有人跑了？哎，谁跑了？不是我，猫子。啊，我跑了吗？啊，那我退。来拉我，拉了谁啊？要来 YY 呀、叉鸡。啊？哦，叉鸡我卡了，什么呀、啊？鬼？拉我，好卡呀！那、啊、重新拉了。不用，没事，能开。ITC，月亮河，你们不用祭司，我用了。我用啊，你祭司肯定是不如我躺得快。那我。我不可能用机械是吧？机械不要用机械了，他玩小丑啊，就这样。要不要先知了，他肯定要锤我的。那你玩魔术，玩魔术他肯定。先知啊先知，不行。那我肯定要被锤了。那你就狗呗，找个滑梯一狗完事，或者找个二楼一狗。当众发歪歪，没卵用。咱回滴滴上个雪，玩帐篷啊？他在那个旋转木马。我在桥上。他是不是？杰克，旋转木马。Hello。几个？张狂一刀。这只有我。快走！我在大，我在鬼屋，在鬼屋，在鬼屋。打个洞，对，我去上滑梯。好了。他就旋转木马了，坏的。这追谁啊？追我。OK。那我修了。我修墙上了啊。我修。被卡住。旋转木了。我穿好的旋转木马了。救命啊！你要鸟吗？没卡住，我本来想探个身的，看一下应该给鸟吧，给鸟。给了。给。总肯定要传送锤我。走你！求你大妈好吧。咦，走里位呀、啊！走，好了，鸡哥出现了，来一手超远距离的，牛逼！我吃了五刀，哎，没吃到啊！啊！
快走快走。哎我操，这么狠吗？车队好战吗？哎，车队好战。白给了这刀，这刀白给了，白给了。嗯，这刀白给，主要他挥了一刀没打死我。拜拜。主要没给到墙上。坐车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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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要锤我。再见了，小伙子。OK OK， 我修终点了。就我能走，就你妈走不掉。好了好了，溜了溜了溜。还有挂一号站下边。我不好捐。不好意思，接过。你被拦住了。四个乌刀跑回来。没事，你能打洞，我知道，你打洞。那就他传送了呀。能打。OK。我的车了。对，准备这传我了。莫，我再去了。传我旋转木马，我跟他绕呢。先修吧。大傻，你跟他绕。这才修过一会儿。摸你很快的。没了，我吃无人了。可以开传送，我会把它接走。哦的，他正好没传送。旋转木马，怪旋转木马了。哎，你接个传送过去，你会不会死在那边啊？我在想。他说：“你们替我挡到就行了，天哪！”就挡住那个洞就行了，不用替我挡。出大事了！完了。接不下来了，来了360度，120度。哪个鬼？他不会给我机会撞的，我卡死就。啊？那我在这等到你，等到艾莉挂壁为止。等一下，估计传送要那个。这球开了，被他拦到了。我打了双洞。我来过去，救不了。我过去他会出乌刃出来的。啊！别救了，别救，修，保个平，别救了。我都过来了，他那边还要扫。我修中等的台，你别过来。我修中等的台。修中点，我估计要被干了，这次装不了标了，没办法了。发动了，吃个饭。他要隐身了。需要接个洞吗，马哥？不用吧。我能起来。终点好像没有椅子，他要挂到那边有一个，那边有一个。几点马上要亮了，差一台我得去看一下。差一台机啊，终点两台吧。插电呢？哎，你摸我一手。你在哪？我也救不了他，这边无路。我们去鬼屋摸吧，走，去鬼屋帮摸好了。来了吗？他过来。来鬼屋。刚才有心跳了。你说他这样打进去了，过来了。我还有两个洞啊，
我还有洞啊，分开吧。我在这边，我再打一个洞啊。 来打你吧！我去终点了，快去！桥中间我打了个洞啊！Oh baby！ 哎呀！嗯，一个人，一个人躲不掉哎，传不动，传下来了。 掉在哪？哎呦，外面开车好吵。 你能打到我吗？开什么玩笑！ 好像在旋转木马那边，你看一看，赌一手。赌一手吗？那赌一手吧。即使不在，你可以从左边打洞，溜溜球。哎，是是，赌赢。哎呦，我去关下窗，太吵。 再输一把掉到岸了。可以反向上分。开哪吗？哎。 鸡哥没开播吗？哦，啊，嗯，鸡哥没开播吗？没有，嗯，为什么今天下播这么早？我每天都12都特两点钟下播，最多3点4点。<笑>距离五六七的快了，已经过去40分钟。<笑>已经过去40多分钟了。那这个五六七还回我。 五六七2:20就走了，现在已经3:30了，已经是70分钟过去了。
开始。哎，身心音乐我可以练一下提示。可以，其实有限制，我也不会玩了。为什么？来了，没了鸟容易被锤。吃完了。刚开。你吃完了，我操！我都快吃完了，你吃。吃的太快了吧，五六七，这么早就吃完了。还行，算是你了吧。蜘蛛，出来大门了。出来大门了。什么屠夫？蜘蛛啊！我装一刀。空窗一刀，刚吃完就放手，你就把他先敲他们。后面要走呢，让他笑笑。我有精神。哎呦！能跳出来吗？我不跳，我今天死不了。OK。套路你。完了。这有个洞，看见了，看见了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死不了，还能坚持一会儿。跑马拉松了，好像还在套路你。那第二个金钟罩好了。谁在石像？石像没人，那我修了。我把他网给踩了，他在二楼。一腿来木屋了，这不来木屋了吗？不可能，不敢说开心。来木屋了，来了。对呀吗？就我说了精神呢。把这网拆了，往上走。哎，我操，不背啊！没出来吗，小七七？不要，我放下了。机器人！我的妈呀！这你老婆去！对，他得有速度，我直接做了。啊！完蛋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咋救啊？我拿头救。拿头救了哦。哎呀，好的。我日带的妈！脖子老长了。拿头救。拦我了！妈，他速度咋这么快啊？你要把他这网给踩了才行。挂你的速度贼快。给我一条命，好的。给我一条命，怎么抓你行啊？来，我帮你救，他在我这儿。救！生化身。等会儿，这一出来，你得躲躲，我必须给你扛一刀才行。你又跑回去了，快摸我！我的天哪，这什么？我怎么卡在里面去了？我的天！等下来挂我，你快走！
哇，这我快快快，艾丽艾丽，快快快，给我点什么？你说啥？还有金针，还有金针。好好好。哎呦，不能死了，小心死了，一会儿好吧？你再见，朋友。See you now，再会。我靠，发底，我忘了。木屋修，现在就差木屋机了。对，还有三连。哦，我刚把三连破了。还有小木屋啊。哎呦我操！他妈什么洞？你们修一下小木屋，三连这边修一半了。等他走，收爆了这小木屋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你找三连都找，三连找。还吐到我。吃饱了呀！哎呀，我吐，我吐死了。吃饱了。哎呀，谢谢。啊，不一定摸得好。啊，笑一下。哎，变尸了，变尸了。哎呀，你别给我了。好好。不闹了，不闹了，先开门。能量不？比赛开始了吗？准备好，大型干量啊！他肯定要打娃娃，他肯定要打那个娃娃。不，他挂我，他挂我，他不打，他不打，不打没了。我控不了娃娃，他打娃娃干嘛？我不是 GS。一家在哪？好，那次没有啊！哎呦呦呦呦！那次没有啊，比赛。没有啊，没有没有直播。比赛他们说 CC 能看。就这啊，没有没有，第五两个也能看一个，看了。老杨。马匪帮对战，一共四个人看我。你自己看虎牙第五人格里面有个 Nex 二。哦，那个什么，阿北帮对战 FNW 饼干二队，不还有饼干一队呢？我看了，我看了。KAK 战队，没听说过。下午四点。四点、五点、七点，哎呀，打倒。饼干二队。饼干二队。真的看啊，看着了，在那个看到了吧？哎，咱们下午可以看一眼 MFB 和那个什么 FNW， 你想告诉我是谁啊 ？FN， 我也不知道 FNW 是谁啊。FNW 是谁啊？大城市的福音院。FNW 下半场好看一些啊，下半场要好看一些。上半场感觉，下半场 TBD 你知道是哪吗 ？TBD 对 TBD， 我操，两个 TBD， 这六十多支队伍现在就才四支了。没有没有，他分几天打，明天还有呢。还有蔡徐坤队吗？我操，这么狠！这两支队是不是？这四个队决出两支是直接进入线上啊？不对，还得打，明天还有呢。八支队哦，对对对，哦，那是待定啊！我还寻思这 TBD 这打谁呢？我还打吗？都行。打呀，还没结束呢 ，PB 四杀了，平了。PB 要四杀了是吧？对。对，你们不打这个比赛是吧？你们是直接进的是吧？啊。蔡哥，你们应该是晋级了吧？没有，我们没打，我们下周打。啊、哦，早的。下周打。下周。那怎么？你别人悬了，那我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打会那个，那啥，那个，前线，那个。也该去试吧。你们先打吧，你们交流感情是不是？以后怎么随意？我都下播了，我就随便玩玩，娱乐一下，反正没事干。
我们打这个五排都是掉分的。我重启一下。我们是在玩的，要认真锤吗？唉，晚上认真打吧。我们大家都现在也不求上分打的，主要是找一部分晚上学习了找一些问题。咱们晚上打的话，就拿正常阵容打，不拿什么赛季。看比赛了。看四点不开，不是四点吗？现在几点？啊？啤酒比赛了，胖娘儿。啊？有比赛看？啊？有比赛看啊！今天 MFB 了。感觉没啥意思啊，这个比赛都没听说过呀，这人。啥 MFB？ 没听里面选手听说过呢。几进几啊？16进8。哎，你们下一个连线好吧？咱们晚上打完11点之后就开始搞起来了。妈呀，你们这吃鸡没整明白，我昨天给卸载了，我操，气死我了！下了都干嘛？你以后没准要玩嘞？我懒得玩，不玩。你们谁？马克不打了吗？都不打了，这不？都不打了。4点有比赛，这不又去看比赛的，又有啥的？你们现在不打了吗？现在还能打一把呀？他打一把还不如不打。哈你们要看比赛吗？还打干嘛呀？啊，都没心情打了。其实我也没心情打。老子这样等。来，起来吧。啊妈呀！吓我一跳。看比赛吧。就完了。不是养成的，玩一下吗？玩一把，然后看比赛吗？哎，我玩一把刺激战场去，啊，不对，现在叫和平精英，和平精英。46啊，还有点时间，再走。哎呀，这热度也太低了吧！他喵的，热度妈的16人看，我天哪！谁打谁啊？16人，我粉丝还不少。全看咱家的粉丝撑起来。来，我把皮皮线拉来。啊？我这有个虎牙皮皮线。虎牙皮皮线。对啊，我把它拉来，咱们一起打。没反应呢。这比赛热度很低的，嗯。然后他不是第五人格官方的。唉，这都有网易的比赛，你粉丝吧？唉，咱就凑凑热闹就行了。你等会儿，我问一下有没有人来。有钱就行啊，有钱就行。打一把看比赛吗？科尔，来吧，马克。我已经开始看了。打一把再看吧，还有13分钟呢。我已经开始了。已经开始了吗？啊。要即刻到。那你们等下都不打了吗？下午不打了吧？看看比赛。他们说晚上好打。晚上打一打吧。要去坑道。哎呀，呀！我操，这是什么造型？我去！哎呀，完了，电脑这怎么年纪轻轻的就长胡子了呢？还他妈下不下去要长胡子，我的妈呀！我是 AUJUSD 的，电脑端现在是真在做火箭。哎呀，你看这么年轻就长胡子了，兄弟。那艾莉和叉子在打吗？打，缺人呢。打的话，我就叫一下人。哎呀，你们不看比赛吗？第几个月争议大点是吧？哎，这个是不是不让播呀？我操！哎呀，没事儿，违规一次没有事儿。那应该可以让。第一把是 MFD 啊！我不知道让不让播。把月亮给拉来。第一把是马匪帮，好。不理我。我飘啥？我没飘啊！我们是直接进线下的。当我们的，我操，这么多游戏啊！
咱们是直接就有钱吧？把你亲娘了，咱最低一万保底，好吧？我一人能分个两千，好吧？啊。啊，那么多比赛啊！我操。还没打之前就十六就回家了，我好吧？还没打就先分钱了。第一人能分两万，好吧？第一开始了吗？还是说在介绍就装那个？马上开始了，马上开始了，马上开始。现在已经官网都发了。咱们晚上可以往死里干爹，好吧？然后就是拿一些咱们要打的阵容，不要拿三千只。拿些要打的阵容，晚上搞一下，看一下。哪里吗？新地方客。哎，这次能赢也挺好，相当于挣了一个月的前五工资。我感觉这次比上次还难。他这怎么还不开始啊？你就骗我马哥。啊？这都半天了，你告诉我开始了。快开始了，四点吗？不是，还有十分钟了。哎呀，我这都早上打一把了，就，哎，打一把，打两把，哎，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、面包、鸡蛋、火腿肠，好吧，准备好看比赛，拿好我的鸭土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你们这几个人？三个。来，壮丁出现。壮丁出现了。哎呀！哎，我突然想到了，你们还少人吗？少啊，少一个。我把李志轩，我把李志轩拉过来。老头能四杀，稳的。稳的呀，然后你们就可以打人了呀。哎，我可以跟你们拉车队的分数。上分了，上分了。在吗？我这才三节好像，你们现在有四节多了哈。少一个。再来。哎，这是谁？快点，快点。我拉了一个，我拉了一个。你拉了吗？完了。这是妹子吗？那行吧。那不知道哎。那李正轩不就抛弃了？完了。抛弃了，不要李正轩。抛弃了，不要了。少了个刺杀位。不要李正轩，不要李正轩。不要的，大家磨叽。来，随机大屠夫啊！我要，可以，我要先快乐。几个打？我要开始玩人类了。跟这个人说一下拜拜。ITC。哎呦！拜拜拜呀！你要前锋吗？啊，我不前锋，我这拿来打匹配的。那我来救人。那我先吃吧。哇，这张图，会打红蝶啊！杰克或者小丑。这图红蝶胜率还蛮高的。
那天李哥还是那啥的，情深深雨蒙蒙，好吧。这次屠夫是，你是要跟李哥屠夫？是在哪儿啊？他在月亮门啊，月亮门。好像是要把那个梯子走了。他不是在我后面吗？杰克吗？不知道，还没看到。我这没心跳了。都是要来追我的呀。马克。杰克。开眼了，没有开眼。还有鸟，我刚翻板的时候，它突然有误认了。嗯。诶，不熟吗？他没熟你。他走在我旁边呢。圣诞树，你把它往小木屋带啊。好，撞倒喽。有鸟，没事。你跑，我再扛一下。这里能卡人吗？这个地方？卡不了。我试试，能卡一下，卡不了，太瘦了。鸟没在打我，哎，你刚刚那个电池在哪儿？有人在补。我的电池吗？我的电池没修多少就被抓了。有人在补。那厂房里面有电池啊。然后把自己修好了，我可以再救一次。这是有怀表吧？哎，可以修的。那我要怎么？我要去大房子，然后他可以给我砍刀。大房子没有电梯哎。哎，小木屋旁边。哎，我无敌了，我有鸟了，我还能进大房。哦，淘汰一个了。我可以跟他换座，又是鸟，对，哎，然后他就死了。你不是套鸟了吗？怎么死的？他双刀，这么厉害？我忘了下把了。怎么换？传送啊！炸机了，最后一秒炸了。他娃娃在秀哪的？那我压。开掉了，我把他那个娃娃开掉了。秀一半了。那我让他娃娃摸我，然后再那个，不行，他可能来打娃娃，用炸机了最后。传送了。传送了。要新修一台，还有一台在哪儿？小木屋有电池没？没有电池，小木屋有，但修不了。修不了。哎呀，他在。哦，是那个月亮门那边有一个电池，月亮门这儿。
我把其实失效了。我在大房二楼，有没有人？坚持住，坚持，三分之一了。他们不追了，不追了。他船上还没好呢，不追也没事。过来了。我可以弹掉，我把他带走。告诉你个鬼故事，一个球从小门拉到大门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太恐怖了。你们那边打了吗？没，要没了，平都平不了。没有没有，应该可以。你那边吃完了，我那边也快吃完了。你再坚持一下，太欧了吧？太欧了，太欧了，直接一个球就过了。这是一挂是吧？完全的球。他一个球拉跑了吗？他娃娃压好了吗？压好了，应该可以两个人来抢。那就不用他天门了，你过来吧。防到喽。你让他再打你一刀呀！我吃了大心脏啊！再打你，他果然追我。哎，没压好吗？他怎么敢点呢？我可以再团一下。天门了，人压急了，那你去。那边跑了几个？跑三。有，前面真跑两个。哎，本来可以打平的，太欧了他们，怎么不起啊？掉了五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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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觉得我们是黑车跑了。真的吗？假的？这么的真实的吗？需要新的壮丁了呀。怎么跑掉了？不行，我要再尝试拉一遍。要不把那个李老头拉过来。李老头，李老头，李老头，再叫一遍。他刚不是抛弃了吗？再拉回来一下。
然后中途又来另外一个人，李老头又被碰瓷了，似曾相识。今天有什么比赛啊？哎，艾莉的人都五加五了吗？这么快？你是 不打屠夫啊，最近？打。那中午打人啊？排不到人就会去打。我记得上一期才四阶多。胜率吓人的胜率吗？我来接再叫一下李老头，又缺人了。现在叫我，现在叫我，他说家里停电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出去网吧，玩板的。他不是手机也行吗？没有，他不会玩手机。啊，这是笑笑可乐，这是一个没听说过呀。他干就完了。啊，这个是一个没听说过呀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擅长角色哈斯塔，杰克，这都很混乱呀，这都擅长的都有点小混乱，都有点都没在看。游泳，哪有五排？前锋，调香魔术，这俩魔术俩先知的，我的天哪！完了，估计他白费了。等一下啊，我给你联系人。
哎呦，你们是不是断线了呀？打屠夫都拉不到人。卡了吗？卡住了？没卡吧？新的壮丁出现了。哎，老李呢？游泳去了。真的假的呀？游泳健身了是吗？可以。啊，人要买了，掉头丢了，丢了，丢了，算了，开开开开开。又买了，又把掉头丢了。不是他去游泳了，不是丢了。哦。我以为他那么惨，每次要来的时候被抛弃了。快，法拉利开起来！等等你，等你，你的偶像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来了 ，OK OK， 开车开车开车。开